当垃圾丢掉了。对啊，这都浸湿了。物品被水浸泡，全部泡汤，屋内一片狼藉，各式家具东倒西歪，电视也铺满水垢，整台报销，锅碗瓢盆也摆在地上，里面全是泥水。哦，这个可能扫到完，可能要十几天要。要十几天了、哦。哎，那时候水进来的状况大概多快？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进来了。半个小时就进来了。哎，好，淹得多严重？淹遭到腰部以上。彰化的居民真的好无奈，地上还是充满泥沙积水，只能认命拿起扫把一点一点把水往外扫。即使开命逐渐远离台湾，但中南部淹水灾情连环爆。镜头转向高雄三民，豪雨狂炸高雄，居民同样苦不堪言，水不停从孔盖冒出，后面伴随阵阵抽水声。位在高雄三民区的德山街这栋大楼，25号因为下雨被水给淹没，地下室300多台汽车全部泡在水里。因为我们住在16楼是还好了，但是我这一个朋友的车，他停在 B3，好像是没有救了。整个泡水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抽水作业从26号凌晨一直持续到深夜，加上电力设备同样位在地下室，大楼居民从25号开始就没电可用，撤离又热又不方便。我们会把他们安置在这个旅馆，所以只要住户凭他的发票或者是收据，那每个人每天晚上最高补助1200块。台米下带的风配雨量让高雄灾情不断，虽然暴风圈远离，但接下来的善后也是关键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